一下一之一习题的第九题，题目跟我们说 S 跟 Y 都是实数，如果 S 加5的绝对值再加上 3Y 减2的绝对值要等于0，那么 S 跟 Y 的值分别会是多少呢？首先我们已经知道的是 S 加5的绝对值再加上 3Y 减2的绝对值要等于0，我们再搭配绝对值的性质，任何一个实数加上绝对值出来的结果一定会是大于等于0，所以我可以知道的是 S 加5的绝对值一定会大于等于0，而且 3Y 减2的绝对值一定也会大于等于0，同时要满足第一个条件也要满足第二个条件，所以我可以知道的是 S 加5的绝对值一定会等于0，而且 3Y 减2的绝对值也会等于0，接着我也可以知道的是 S 加5会等于0，而且 3Y 减2也会等于0，这时候我就可以知道 S 的值会等于负5，Y 的值会等于三分之二。